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says it will consider issuing the number 3 strong wind signal this afternoon as Typhoon Kai Tak moves closer to the western part of Guangdong. The number 1 signal remains in force. Here's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Wong Wing Tak.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forecast tracker, Kai Tak will be closest to Hong Kong early tomorrow morning. We expect the local winds and also the rain will be strongest over that period. The movement of Kai Tak is still has some variability. So the observatory is monitoring the movement of Kai Tak closely.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assessment, it will not be necessary to issue a high signal before 6 p.m. today. 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清劲东北风，下午稍后风势会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周末期间风势缓和，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1度，湿度71%。香港电台这一次新闻报道完。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台风启德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8至9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12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渐转极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12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极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旋风达12级，稍后转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东沙吹东风5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西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有骤雨。两点，雷霆881新闻报道。各位，现在是由萧瑶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的1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台风启德采取偏西的方向移动，本港风力正在逐渐增强。天文台说，启德的未来移动路径仍然会出现变化，日间改变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天气报告，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告，3号强风信号在下午的1点40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的2点，台风启德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香港风力正在逐渐增强，启德采取偏西的方向移动，它的未来移动路径仍然会出现变化。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日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以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0至48公里。3号强风信号的一些防风措施报告。因为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请即刻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保护房屋以及财物的安全，将所有容易被风吹冧的物件绑紧，室外家私、花盆以及可能被风吹倒的物件亦都应该搬入室内，请再检查所有门窗是不是可以关闭，请将堆积的在排水管以及沟渠上的树叶和垃圾清除，低洼地带的居民应该特别留意此等措施。工程师、建筑师以及建筑商现在请再留意，
设法将棚架木板绑紧，使临时性建筑唔容易被风吹冧。小艇艇户应该即时完成一切嘅安全措施，万勿拖延。所有未驶回避风塘嘅渔船就应该立即就近揾地方避风，请再检查甲板上嘅装置系唔系已经绑紧。下定嘅时候应该改用大锚。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有关风暴嘅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系间中吹烈风，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非常大浪。展望听日嘅风势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骤雨，周末期间嘅风势缓和，骤雨系减少。平均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在下午1:30至2:30，天文台录得昂坪、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49和4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5和49公里。在下午2:30至3:30，天文台录得昂坪、轻舟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1、49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5和58公里。下午5:0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晚上10:00前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又预料台风启德会在今晚至听朝最接近本港，会在本港200至3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马伟文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我們看到其实启德的相关云带和雨带亦都开始影响这个华南地區的了，咁香港亦都係間唔中係受到佢嗰啲狂風驟雨所影響嘅。咁目前咧，佢係集結喺香港嘅東南偏南，大概係350公里。咁預料咧係佢會向西北偏西移動啦，時速大概係22公里。咁咧就大致移向呢個廣東西部沿岸嘅。過去一段時間咧，啟德係採取咗一個較為偏西嘅路徑移動，但我哋預料咧佢未來個路徑咧仍然係會有啲變化嘅。咁根據目前我哋嘅預測路徑咧。在今晚10:00前发出这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呢就不大的。按照目前的预测路径呢，这个启德呢会在晚间至听朝早呢是最接近香港的。我们预计呢它是会在香港大概200至300公里范围内呢是掠过的。The observatory has issued the number 3 strong wind signal as Typhoon Kai Tak moves closer to Hong Kong. Here's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Ma Wai Man.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forecast track, Kai Tak will be closest to Hong Kong around the overnight period and tomorrow morning. It will be within the range of 200 to 300 kilometers from Hong Kong.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5:00，台风启德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在北纬19.4度、东经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虽然启德自午夜起采取颇为稳定的偏西方向移动，其未来而家路径同强度仍然会有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晚上10:00前需要改发八号信号的机会不大。而由于启德将会在晚间至听朝最接近香港，本港晚间风力会继续增强，市民应该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风暴消息。在下午3:30至4:30，天文台录得横澜岛、昂坪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4、59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7、78和81公里。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明日渐转吹南至东南风，稍后风势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进一步缓和，骤雨减少。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00。
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横澜岛、昂坪和长洲泳滩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4、72和6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5、93和89公里。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夜晚7点，台风契德集的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19.6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夜晚10点之前需要改发8号信号的机会不大。而由于契德将会在晚间至听朝早最接近香港，本港晚间风力会继续增强，市民应该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8和73公里。